着啊，我来了。啊，现在又要换。换我大吉。谁要换？我要玩的就过来，我们不勉强哦。这六级轻本，我可以死二十次。这个书包非常好用哦，你没想到吗？有想到一模有。你有？哦，真的很好背哦，超好背的。对，超好背，一千多块。你们就你小博大。书包咋了？没有啊，或者是你要把书包捐给那一间全那个育幼院的孩子也可以。对，基本上就是书包给你们赢的啦，啊，然后钱是捐啦，然后一个人对，一个人名义捐。啊，我如果赢了，我可以把钱放在书包一起捐出去。可以，你要换钱？可以，换钱。你上次还两次啊，嘉恩。爱加倍，你怕贵点懂了，因为当生了大。爱加倍育幼院。哎，我想懂一转。哦，对啦。对。好好玩呐。没有了。好了，要玩的就到，来，谁要玩的进来？有钱的，有钱的举手。好来。举手。我也拿了。等下还有加恩。我们有还有可能直接。哦，小孩，你看我大。有可能直接背的。我借你。好啦，我听。我借你。哎呀，我存了空。嗯，你也当主播了。来啊，要玩的，所以这边都要玩的哈。家属的一定会中的。好，那你们自己各找两个，两个开始猜哦。好，再开始。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来，预备，开始。剪刀石头布，下一位。来，等一下，你剩几个？哦。哎，只剩你们三个啊？我还在。你还在啊？还有，在，还有。很久了。等一下，你没有，只剩你们四个吗？没有，等一下，因为你们两个最多，那你们两个再猜。剪刀石头布。来，把我的都。剪太多，所以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。哦！我小声一点。真的？来了，送的。来，用想象的名义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钱，我们会请那个哀家姐啊，哈，用那个王小祥的名义捐给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书包就送给。他终于可以换新书包，那个他已经换了新书包了，没关系。然后那个他的这个我的好，我们那个然后结束，然后最后五分钟来时间，最后五分钟时间，我想要请大家帮我装饰一下，就是呢，你们选一个，然后写你们2018的愿望，然后把我贴在那边，我想要装饰那个墙，所以我需要大家，然后。